您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《国宝档案》。说到丝绸之路啊，很多人会首先想到中国北方的丝绸之路。其实呢，在中国的西南呢，还有一条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，它的历史超过千年，却至今仍然以神秘著称。在探索它的过程中，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曾立下了大功，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留下了终身遗憾。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条神秘的南方丝绸之路。公元前126年，在外漂泊时间长达12年之久的张骞，终于顺利回到了长安。见到汉武帝后，张骞不顾旅途劳顿，马上向汉武帝禀报了一份秘密情报。而这份情报听得汉武帝目瞪口呆。原来就在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，曾经到过大月之国。大月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阿富汗以南地区。为了说服大月之国国王和汉朝联手攻打匈奴，张骞在那里足足待了1年多。在此期间，张骞曾到大月之的邻国大夏国购买商品，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。原来在大夏国的集市上，张骞意外地发现了两种特殊的商品，这两种商品分别是黍布和琼竹杖。黍布又名黄润细布，是一种产于巴蜀地区的布料。这种布料以麻纤维编织而成，质地非常柔软，可以卷在竹筒里。而琼竹杖则是四川琼山竹子制成的工艺品。黍布和琼竹杖这两种商品都是巴蜀地区所特有的，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夏国呢？张骞感到非常疑惑，就问大夏国商人，这些商品是从哪里来的？商人告诉他，琼竹杖和黍布都是从鸳鸀国买来的，那里有很多商人卖这两种东西。张骞听后更加震惊，商人口中的鸳鸀国指的正是今天的印度。在当时，汉朝和鸳鸀国之间从未有过任何的官方交往，鸳鸀国的市场上怎么会出现这两种商品呢？张骞进一步打听才知道，原来在巴蜀一带早有一条通往鸳鸀国和中亚地区的古老商道，黍布和琼竹杖正是沿着这条商道进入鸳鸀国的。经过上百年的经营，这条商道已经初具规模。然而由于这些商人都是走私经营，谁也不肯透露这条商道的具体路线。尽管如此，张骞还是感到很兴奋，这条路既然有商旅往来，一定相对安全。相比于凶险无比的西域，这里简直是天堂，而且它的路程也要比北方丝绸之路近。如果能开辟一条通往中亚的商道，一定会大有好处。回到长安后，张骞马上将这个情况呢报告给了汉武帝。汉武帝也对这条商道十分感兴趣，而他更感兴趣的是，如果能控制这条商道，那么汉朝的国土和影响力都会空前增大。为了探索这条商道的路线，汉武帝决定派两个人前去探险，其中一个就是刚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，另一个人您可能想不到，他就是《史记》的作者司马迁。为了打探南方丝绸之路的具体路线，汉武帝决定先派张骞前去打探一番。于是
刚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又带着任务上路了。到达巴蜀地区后，张骞以蜀郡和黔为大本营，派出了四支探险队。这四支探险队从西南一带启程，同时向鸳鸯国进发。经过几个月的努力，结果令人非常失望。这四支探险队都没有探索到具体的路线。消息传回长安时，并未动摇汉武帝探索这条商道的决心。他决定派出第二个人前去打探，这个人正是《史记》的作者，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。可是司马迁明明是一个史官，汉武帝为什么要派他去探险呢？原来从20岁起，司马迁就开始游览名山大川，帮助父亲搜集史料。在10多年的时间里，司马迁走遍大江南北，对各地的风土人情都了如指掌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汉武帝相信如果派司马迁前去探险，一定能有所收获。就这样，35岁的司马迁踏上了南下之旅。司马迁来到西南地区后，马上展开了工作。在整整1年的时间里，司马迁走遍万水千山，秘密打探南方丝绸之路的下落。在此过程中，他打探到了一个重要情报。在滇池以西千余里，有一个丞相国，名叫滇越。这个国家的人常以大象为交通工具，因而被称为丞相国。根据史料记载和商人描述，当时的滇越国大致位于今天的缅甸一带。司马迁打听到，很多巴蜀商人常常带着商品前去那里做交易。打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司马迁马上回长安，向汉武帝禀报情况。汉武帝听完十分兴奋，马上派出使者前去和当地部落建立外交关系。当时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长期垄断在沿线部落的首领手中，因此他们看到汉朝使者有意打通这条路时，十分担心利益受损，就派人将使者杀掉。汉武帝知道后非常气愤，决定用武力打通南方丝绸之路。位于滇池一带的古滇国见汉军来势汹汹，而自己很难抵挡，就宣布主动归降。这枚汉武帝御赐的金印就是古滇王受封的名证。在古滇国短暂停留后，汉军继续向西。当汉军来到哀牢国时，事情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。哀牢国是一个建立在怒江、澜沧江流域的部落联盟国家，这里水源充沛，土地肥沃。汉军来到这里后，遭到了哀牢国顽强抵抗，他们数次打退汉军进攻，使得汉军折损了很多人马，却始终不能继续向西前进。遗憾的是，直到汉武帝驾崩，这条南方丝绸之路依然没有打通。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得不留下了终生遗憾。转眼间到了东汉汉明帝年间，哀牢国主动归附汉朝。这时啊，南方丝绸之路的神秘面纱终于揭开了。东汉永平12年，也就是公元69年，哀牢国宣布归附汉朝，东汉这才以官方身份正式打通了南方丝绸之路。这条古老商道的路线逐渐显现出来。当时要想从巴蜀到鸳鸯国和中亚做生意，主要有两条途径。一条从今天的成都出发，经双流、雅安和西昌到达会理县后折向西南，再从攀枝花到达云南大理。
第二条路径依然从成都出发，沿岷江顺流而下，经乐山、宜宾和曲靖到达昆明，再从昆明抵达大理。两条商路在大理汇合后，再经宝山、腾冲一带出境，沿着大盈江一路向南，去往鸳鸯国和其他亚洲国家。南方丝绸之路啊，名气不大，但是历史确实很悠久。应该说呢，在先秦以前就有这条交通要道。那么名气不大，知道人不多，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交通本来就不方便，四川一带山多，交通不便。要不李白发出了"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"的感慨。再一个，当时的商人走在这个路上的商人，他们都进行的是走私，他不敢声张，所以名气不大。到了东汉的时候，南方丝绸之路贸易啊就逐渐的多起来了。在云南、四川发现的海贝中，有一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。那么在成都、云南发现，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商人他们通过贸易辗转到了这个地区。相比北方丝绸之路，南方丝绸之路相对太平，但并非毫无困难。在这里不仅有高山深谷，还有成片的原始森林。面对艰难的自然条件，巴蜀人发明了一种奇特的交通工具——溜索。这种交通工具将绳索分别系在两岸的大树上，一头高一头低，形成高度差，再用吊钩将人、马和货物吊起来，利用高度差产生的势能将货物滑到对面。直到今天，在巴蜀地区依然能够看到悬车竖马过河谷的场景。通过这些独特的交通工具，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开始频繁起来。而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商品，丝绸是不能不提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巴蜀是最早养蚕的地区之一。蜀这个字的甲骨文写法就是蚕的象形文字。到了汉代，巴蜀地区的织锦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，生产的丝织品不仅风靡大江南北，还远销到中亚，成为各国争相抢购的商品。因为诸多原因，南方丝绸之路不像北方丝绸之路那么出名，但是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他们依然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要想了解更多内容，请您关注国宝档案官方微博、微信。好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，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。